大家好，我是面包。作为当前最火的 AI 大模型 ChatGPT，大家都知道，但由于一些原因，在国内使用起来会比较费劲。无论是访问、下载、注册账号、升级会员，每一步都会打消很多人的热情。虽然努力找找教程或者花点钱还是能克服，但也要理解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折腾。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找来了两个第三方 App。两个虽然不多，但这两个也是在10多个里面挑选出来的。去除了广告和评价弹窗，解锁了会员，不用登录，打开就能用。一般这类服务是由开发者利用自己在 OpenAI 官方购买的 API 来接入到自己的产品里，然后向用户收费，有点像中介或者说反向代理。像 GPT 3.5 这种免费的 API 就给用户免费使用，只不过有字数限制或者要看点广告。那么，如果这类服务被破解了，用户自然就能白嫖到开发者向 OpenAI 购买的 token。好了，不能再说了，接下来就有请被破解的应用登场。第一款应用叫智能助手，它是基于 GPT 3.5 的，不用翻墙，也不用注册登录，打开就是解锁会员权限。里面内置了非常多提问的模板，总的来说和 ChatGPT 官方的免费版没有什么区别，只支持输入文字，但是不用翻墙，适合想要简单体验 ChatGPT 的朋友。第二款叫做 ChatSmith， 这里要注意，第一次启动需要你是境外 IP， 否则它不会回答任何问题。所以如果你在境内，请开一下节点，然后退出应用，关闭节点，以后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这个应用本身没有中文，这里分享的是汉化版，解锁了高级版，去掉了推荐和评价弹窗，非常干净。这也是我试了10多个应用后只推荐这两款的原因之一。相比智能助手 ChatSmith 有 3.5 和4两种模型，还支持上传图片，大大扩展了实用性。上面提到的软件都可以到软件超小杯网站下载，网址请到视频简介中查阅。以上就是本期推荐，如果能帮到你，请点赞订阅，或者你有更好的应用，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交流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